大家好，我是李晟。首先呢，很感动美国俄勒冈大学中国青年慈善领袖会发起的这次爱的传递活动，希望通过这一次活动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加入进来，为他们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他们拥有更美好的人生。加油。It's a gift to be free, it's a gift to come.